球，这个球二垒方向的弹跳球，哎呀 ，Lucky 抓起来再传回我，哎啦，蔡明觉这个半局上来守备就发生了守备失误，正面过来的很 routine 的例行公事的一个弹跳球，最后是一个弹跳没有掌握好，那个球是有点小不规则，但他已经挡下来，挡下来之后第二个动作了哈，稍微挤了一点，所以抓了好几次。我们可以注意看一下这个球弹跳起来的高度啦，跟他预期是不一样。第二下抓到，也许还有机会。对，所以又没抓到，落到他的右脚去了。